姐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配件啊。首先就是我这个垃圾袋包括上装的装饰链条，它是一个珍珠岛拼的一个穿里链条，双拼组合真的很好看，给我的包增加了真的是非常多一个精致感还有亮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肩托啊，因为我在背这个包的过程中发现它的这个肩带啊会很累肩膀，还有会造成溜肩的情况，特别是对我说圆肩真的是非常不友好。然后我就是去淘宝这样一个减压的肩垫，真的是非常舒服，装法也非常简单，它这里是做暗扣的，两边两头做暗扣，直接把我这两条链条固定在我们的这个暗扣中间就可以了，直接扣上去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好操作。装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哦。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好用，真是可喜欢了啊！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咱们如果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姐妹，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分享。